和独特的海蚀景观地貌，这里生态环境优美，年平均气温19.6摄氏度，常年空气质量达到1级，有利于打造生态宜居的旅游休闲度假区，与台湾交往密切，平潭与台湾两地交往历史悠久，两地民间商贸文化交往历史悠久，有什么交往历史悠久的了？过去的阿兰啊，偷渡客一定先来面对平潭，伊才认识个上君啊，啊看天气也袂歹，暗头就冲啊，迄船仔就冲啊台湾，偷渡客的话先来面对遮，当然有咧交往历史悠久啊，我偷渡客对下来吼，拢先来面对遮才冲过来。嘿嘿，大家来看吼，因为那个我们福州新闻就报啊，吼，连福州新闻吼，美国甲中国安排阿欧新的交流国吼，回归中国福建平潭岛，啊，两岸共同管理啊，啊，所以吼，咧骗台湾人，骗台商提钱去遐开退去，吼，咱来看吼，台商受伤，佫有赔了，才伫台湾咧抗议了后，佫阿强平伫台湾咧抗议，所以迄阵来看吼，总是要。你怎么赢赢嘛？一个平衡岛，伊去遐赚大钱啊！哎，这是闹火吼。以前叫啥个项目？台南市议会议长哦，买票都来，搁看迄个李全教啦。今麦目前赖先德做市长嘛，爱做议长。伊同款啊，拢伫遐有事业，伊伫遐开个门面公司真大间吼。这是闹咧火，李全教，元气集团哦，过来。这下，李涛研究一马上平台啊，遐生活啦，哦，过来再来看台商收照片。美军要爱兵啊！你看，
两次急诊病哦，无分查甫查某的，十四岁到三十五岁拢会使。哦，不管查甫查某，但是哦，伊头一摆诊病哦，英语是上基本的，你有看哦，至少要会听国语跟粤语的。这个粤语就是类似广东话啊，他们客家话会讲不讲啊？粤语啊，啊至少要会听国语啊。哎，全世界有咧讲国语咯，个台湾人，对不？如果是这种话，在北京那边叫北京话，叫普通话，表示你都真边会听国语的吼，就是在台湾这边的啦，做清楚了吼。对不？边啊，伊个薪水真悬呢，上悬一个月呢，五千二呢，五千二偌济了，十外万块，薪水袂歹吼，对吧？急的要争辩哦，对十七岁到三十岁拢会使，查甫查某拢会使哦。咱证明吼，有足侪军官、足侪美军伫台湾呢，你知道？足侪人捌看吼，咱来看出来证明会使吼。哎，各位，你看啊，哦，这是做美军的囡仔读的啦，为什么你来看吼？伊这八十多个广告，高雄马里逊美国学校招生中。限外侨哦，台湾的囡仔袂使读个外侨哦。来，台中美国学校，马来西亚美国学校，即马足水个，台中啊水南啊，水南哦。过来桃园美国学校，哦，伫桃园个，啊过来南口新北市即个月好，六月落成，哦，要衔接美国三十所大学啊，你看，连台湾马来连接了，哦。过来台北，美国学校，伊对中山北路六段八百号，遮尔侪美国人伫遮住遐尔侪土地，起遐尔侪美国学校要创啥？美国的囡仔读的嘛，读做嘛，要免烧钱吼。麦克阿瑟将军讲啊，伊讲台湾啊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永远不存在韩国统治，咱来看吼，原定遮是内湖、金华路一百号遮六家吼。即美军的基地六架半，哇 ，AIT 伫边啊内底，啊，后来咧，杜平遮，新竹乐山连啊站，啊，屏东公安基地，啊，台中青山港，啊，花莲加山基地，啊，嘉义基地，足多啊，拢美军啦吼，咱来看吼，即内湖金华路一百号，金湖路一百号，遮是 USMG 啊，租偌久？租九年，加十九年，吼，等于是台湾人吼。差不多两百年免做兵，美国人退了做兵，哦，先给伊们，伊这种一定要遵照占领法，哦，军事政府占领，当地打败的人民袂使做兵，啊嘛袂免买武器，啊，咱逐年是免交买武器，即摆伊乖乖在家己炸武器来啊，哦啊，甲辅助兼做地啊，哦，士兵，来，这就是内湖金华路一百号啊，很好啊吼，出来。叫啥？新竹的，捌听过这个无？捌无吼？叫做乐山雷达站，叫做普陀雷达，这普陀雷达偌厉害？这你看，结结吗？全世界一粒，哦，咱只有一粒普陀雷达，这雷达偌厉害？你看，这吊车呢，这骨老悬呢，伫新竹阿顶吼，伊涵盖范围偌广？五千几公里。规个中国拢照着，规个世界太平洋，吼，包括苏联一块啊吼，包括北韩这种内底，日本吼，这普陀雷达足厉害个，伊吼，捌听过 U.S.A 无？全世界拢有 U.S.A，U.S.A 是袂歹个战斗机啊，但是唯独啊，台湾跟美国的 U.S.A 吼，升级啊，或者V级，啊 V 级就是结合迄个普陀雷达。哎、欸，你看这头盔阿帕奇有无？六百块阿帕奇有无？迄一种头盔讲两百几万有无？真贵吼！这电话在了无？一千两百万。啊，所以伊即马升级为威胁话个，就是火药弹吼，伊目睭啊都开弹炮啊都，做一台动作的台，又是了钱，即马升级啊，美国甲台湾拢升级吼。头盔一件七二万，是。好，其实哦，台湾的这个防空飞弹哦，
是全世界哈最密集的地方，最密集的地方哦，黄光辉带哦。过去土瓜咱也捌看这物件吼，土瓜无，真捌看吼。这个就好像吼，这三线吼，差不多三线不同不同哦。南白虹吼，伊这镜头就是讲吼，应该呐对倒这个镜头行吼，就会当看美军的美军的基地啊。哎，阿刀改过滴呢，较袂混掉去，哦，对嘛？咱同心会，这是报道到了，晚年到了都遐嘛拢，哦，遐物件。啊，伊即摆伫遐去哦，去是火力不大，怎么去？伫中部，哦，啊，这个新店都啥地方？即摆去咧家己个，咧去啥？甲去个。宿舍应该是美国的宿舍，要派大量美军进驻过来，拢是吼。反恐现在中心、反恐部队、绿皮帽，这每一部拢有干吼，蛮真大。这反绿皮帽吼，就是讲美国内底上强的部队啊，来台湾啊。啊，这是反恐训练中心，结果啊，这比来比较大四五倍，伫倒里在无？伫新屋、永安海边遐。二十二家，即个我去顺江地，反恐训练中心二十二家吼 ，A 栋总共有八栋，足大、足阔、足水个。要创啥？弄足侪美军嘛，叫证明嘛吼。即个2015年哦，去年三月三号，海峡中心从飞机开始飞，啥物人？飞机在无？啊，叫飞机一干过百台。啊，过是毋是听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过袂飞机，哪会敢过遮尔？袂使，因台湾海峡袂使飞船的，因为金门码头是因兄弟在顾，啊，美国人在拍，所以伊毋敢飞船，有看无？啊，即摆知因是台湾的兄弟在当一个物件嘛，所以海峡中心嘛只一半啊，毋是安尼？最近有听过迄个通识鸟岛无？岛？那个岛就是地形图，那12海里、12海里，或者两海，啊，超过200海里、200海里，或者经济海域，你听到无？200里啊，台湾甲中国几海里？超70海里尔嘞。啊，200海里是小飞机啊，啊，伊就嘛200海里是床地，啊，床地无要紧吼，一人一半，足清楚吼。好像在新闻当中有看到，新闻当中有说，是不是没有许可啊？所以呢，闯进了什么什么的海域，这样的新闻常常听到啊。那么这个海域上面到底是怎么样划分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土，包括哪些地方？这个是5天前呢，行政院所公告修正中华民国领海的基线。结果看到了，在这个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啊，也就是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呢，是我们自己的领土。哎，奇怪了，另外一条虚线呢，这条是关于大陆的领土。结果我们看到马祖啊、金门呢、啊，怎么现在都变成了大领土了呢？现在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一年之内会进行二度的修正啊，这个领土要搞清楚。连我们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都是这样子的话，会出问题，一定要把马祖跟金门给划进来。但是这个时候呢，维护台海安全的国防部跟海巡署却互相踢皮球，都说这个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那谁来管？大家刚才去看这个新闻，啊，来看这新闻敢看无？你看咧，内政部卖去得罪谁？江宜桦哦，行政院为啥袂甲台湾甲平和袂做伙？啊，金门码头什么送给中国？金门码头本来是中国的啊，啊，伊要转去啊，啊，清楚无？非常清楚的清楚，吼、哦，哎，金马奖为啥要做金马奖？伊金门码头是国民党管的嘛，这是国民党的用的啦，啊，剩的是共产党的。虽然伊是拢兄弟啊，但是伊卖兄弟卖本的，金门码头无，哎。去年的4月17日开始，下晡开始哦，4月17日的下午，中国啊，因为海巡船啊，开去金门海边啊，叫所有船只拢海管啊，互伊检查，啊是阿强来管啊。啊，所台湾的海巡船哦，毫无作为，啊，媒体唔敢报。哎，台湾的海巡船驶船去金门咧做啥？咧观光啊，领薪水去遐佚佗，啊，因遐伫遐管，即台船做落台了。即中国个8003海巡船，即个全世界无比个啊！记者侪对无？哎，那请问马主任如果要办美
迁的话，这个国籍必须要改成中国大陆吗？这是民众的投诉，说他的朋友要到美国去念书，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但是在签证的申请表上面却要写中国籍，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来听听 AIT 的解释。 AIT 说，因为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所以国籍才会被归类成 China。 民众在 AIT 外头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能够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办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台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成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一般台湾人看无，吼、哦，连 A T 伊咧解释都较无大，因为电脑设计就是安尼，因为金门马祖本来就属于福建省，安对无？对吼？啊，福建省属就是国的，就国。啊，伊那话就是在讲清楚，伊听讲啊，金门马祖原本就属于福建省，啊，台湾啥话？伊那直接讲啊，金门马祖原本就属于中国了，安袂就讲清楚啊？所以美国人甲国会党共拢咧骗台湾。美国人同款啊，从来在模糊政策，啊模糊台湾在沙河，啊沙河讲，哎，我当年卖武器哦，叫你讲，啊台湾足厉害啊，做武器足厉害，昨天在卖武器，啊保护你家己，哦，啊所以我库存我派你啊，挂你家要买，但是所以家要派你啊，啊中华民国买，甲美国买库存的派你啊，搁有可能小好谈，啊那。奔到台湾，或者建白将，大日本帝国的被占领者，那户籍的啦，啊，讲台湾杀无啦。啊，所以吼，伊咧讲，台湾人拿台湾护照，很单纯，要办个美签，台湾人护照，所以咱来学晓，伊来讲台湾人甲变中华民国，安就对啦吼。啊，伊来讲中华民国甲变成台湾，哎，这些物件。即个外国啊，即个外牌做个即外国个牌个，就美国带了四五啊，拄只咱就头前就介绍过吼，中国因为历代吼，只要有四五个新的政府、新的政权，一定退做一个外国外牌嘞，啊，下一代有可能是说无，有可能吼，共产党若要学民主，会阁变是印度，会新的出来吼。陈云云来台湾，卖玉华的，我在台湾等。啊，你讲台湾啊，啊，你老无效啊。好客气。啊，够发力。新鲜的这种鱼啊，红色的，做得到，中国的鱼。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执法人员保护中国国旗，却公然毁掉自己。
本是带头违法，连国民党议员都看不下去。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标示有一些私匪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触犯刑法160条，然后会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等以及300元的一个罚金哦。这也是要拿台独的旗帜，你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你要拿中华民国旗帜，我觉得这都属于言论自由的部分，但是要有统一的标准，要一视同仁，不能反而对我们自己国家国旗特别打压。如果以为只是个案，要再来看看这个状况。当然是国旗都像话，因为这是公共场所，国旗是我的国家的呢。公共场所不能拿国旗。公共场合不能拿台湾的国旗，这是什么道理？连余景都被问得哑口无言。中华民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挥舞国旗，居然要被警察驱离，而且警察居然还这么过当的将国旗损毁。我想我们的警队组长不但要处理，而且他要出来公开道歉，是不是请我们立法院将所有警政署的预算跟这个单位全部裁撤？因为我们不需要，直接请中国公安来好了。同样是国旗，这个是中国的比较大，让公务人员可以连国家尊严都不放在眼里。对上马总统一再强调的两岸对等关系，看来格外讽刺。这旗啊，迄支旗啊，实际当然袂使行，这支捌看过无？这这是正中华民国国旗啊，五色的五色旗啊。这颜色改了，中华民国总统，汉人龙尾上。按蛮王为上，一时之间，也讲这五大族五族统合，汉蛮王为上，好不好？这条国国旗啊，这是假的啊，这个是海军国旗，哦，海军军旗，好，国旗是这個，啊，国徽这是这啊，这是党徽啊，这不是国徽啊，哦，这车咧牌哦，这党徽吼，国旗因只因的国徽是一只龙甲一只凤啦，龙与凤吼。啊，三民主义无党所统，这是党歌啦。正国歌是中国雄立宇宙间，对无？这个是这个是因的国歌啊。啊，我从个计个来听哦，大家唱啊都欢喜是哦。三民主义无的党所统，就这边出来，我嘛开始唱一块。嘿嘿，伊这边哦，你也想哦，为什么因落尾拢叫中华台北？中华台北，那中华台北旗啊吼，啊个都无人来管。这正讲来，你了解？1949年是毋是中国台北？暂时来怪台北了啦，所以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但即摆嘛毋是流亡政府咧，即摆已经毋是了。对1979年正来做开始，台湾关系法开始，台湾关系法，美国都无承认你是一个政府啊，但你嘛毋是吼。伊正来叫台北政治文化代表处，这是即摆伊个正名，伊即摆用用这个名。台湾人民两个唔知，可怜哦。1945年10月25日，伊毋是台湾光复节，伊号做代理占领权。啊，战争我捌真清楚嘞，占领袂当移转主权，无转是代理占领，袂当移转主权。这土地本来就是日本天皇，就是日本天皇，你变啊变成你的，无可能嘛哦。过几年了，1949年伊变成战败啊，各位听听。怕死啊！走路来台湾，变做流亡到台北啊！这个才是真的啦。啊，即摆连这都不是啦，连政府、连流亡政府都不配，哦，非常清楚哦。这三两千哦，伊伫台湾啊实施迄个戒严哦，38年、38年、56天，全世界戒严嘛上久的，戒严会使。大概伊领土会使戒严，伊去别人国家戒严当然违法啦。咱来看吼，阿扁为虾米咁鬼？你来个，你去阿妈台湾，10月8日一直甲你讲，一个呾贪污，毋是贪国官啦，伊是被占领者咧。大家知阿扁也是正本土人，正本土人是日本国家的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啊。你去做中华民国，你去做过年人，当然要来创啊！好人做主哦。即间他陈世忠，逐摆来说着，有啥物要去台湾做？无可能啊！吼、哦，伊是台湾人吼、哦，好无？即看袂是，诶，其实中天无咧报啊，哦，中天有咧报报呐。阿扁也来讲，伊讲自称哦，
我是美军美国军事政府的代言人，啊是不是美军占领？拢知啊，阿边拢知，创文教过来个唔知，卖军教过来，哎，拢嘛知吼。哦，阿边来讲吼，伊是一个民事所长尔尔，不是总统啦。伊是听美国个政府交代个，咧管理台湾个啦吼，这样做吼，哎。刘某，刘某，这有答案了啊！答案了，去予中共破坏吼，伊带领一队一军纯正的西藏人离开西藏，为什么？惊去予阿强偷着啦，惊去予偷我着啦。所以现在看到块，即摆伫印度吼，57年咧，刘阿松到印度啊，迄块纯正的西藏人啦，无啥物偷分，无个偷吼。那中国来台湾是这两年的吼，这两年刘阿正有无？咱来看吼，今年应该即去台湾两个月吧，2月巴西2月奥运，全世界奥运会开始啊，今年啊，伫巴西，只要全世界吼搞走搞跳，咱有当报名参加。但是呢，若无国家来也是伫啊，刘阿正是也是伫啊，有法子无？全世界五大洲代表五大洲吼，有法子。啊，中华民国也是同款，是有法子，但是伊建立委会咧，后底咧搞袂到啦。啊，即党会是啊无？啊，为啥蓝军外口蓝军有无？有个内底那红色，红色有过就是阿强无？国共民家亲啊无？即其他咱看真侪知，但是唔知代表啥吼？无，拢举一支吼，好，继续啊。对嘛，即摆台湾的军人哦，已经拢互咧美军啊啦。伫2014年6月份就交接啊，报道开始多啊。对嘛，交接第二啊，拢交接互美军去啊。那无关系，足奇怪吼，即个海军上将。来，去年12月17日，马英九伫新加坡跟习近平见面，表示啊。两岸的中国人已经和平统一啊，做清楚嘛。我习近平那时候不要参加见面，伊在顶头台啊，啊个民调上低嘛，伊平安就过来嘛。两岸中国人已经和平统一啊，足准的。新民我伫10几年前就看一本册，迄本册就10几年前就写党纲在行，就是写到2016年两岸中国人统一。迄本册我怎啊个对，足准，哦。所以，伊后摆只要可能变安尼，中华方面吼，喂，也有共同党，咱拢甲我做伙啊，有可能是安尼啦，哦，即个知啦，即个是周子瑜啊，伊十二岁国考毕业就走到海国混的，啊海国混的要做官司足忝的呢，叫人，叫伊讲爱讲中国时候伊去吼，叫伊道歉，要十岁呢，伊才知啥，因为伊是个业绩。也是伫遐伫伊个面前哦，即伫面前咧倒啊歇，安尼会使，有效无？而且话讲个啦，我今日遐伊企业咧大刀啊，态度，哎，即挂人唔想食共款嘞，啊伊嘛态度，对无？但安尼看有乱无？还是要举一支，即个面子拢赢，换一支。台湾人啊，命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台湾的前途，台湾的命还是要靠自己。啊，靠自己钱过来，咱用花的，互相用骂的，遐无效。唯一的出路就是法律，国际法律吼。伊到这阵我才有画面吼，有看无？这明明台湾人拢讲掠去中国，遐中国咩？肯定啊，遐几个50几个过来的，马来西亚32个，这种掠去中国咩？一年一千中华人够好食嘛？够15个啊，最高够15个。最贵上贵的，你知无？贵的，即土耳其80几个，拢规批掠去中国。咱到现在台湾人啊掠去中国，因为因摕护照就是中华民国嘛。中华民国护照就是中国在管的啦，足清楚。所以最贵吼，你若有朋友在出国吼，生意着，你若肯了，真正足水个哦。台湾即摆若摕即本伫国外是真厉害。钓了阿强，我就抓在关哦。嘿，有罪无罪，伊要甲你抓，要甲你抓。伊听袂，我袂甲你讲罪了嘛。
我给你给你记好啊嘛。秘书长就是安尼啊。那么伫遐几下口做别人个好消息，嘛是我给他管一下来管。就是安尼吼。所以呢，好耕个亲戚朋友哦，无嘛赶紧来办台湾民众个身份证，把你丢债，等予美国人保护啦。足简单吼，伊即写真正做互车来好。即英文 ，Republic of China， 车来就是中国啦。啊，第二个就是中国咧管，啊，但是也是一个中国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嘛，都清楚吼。而这个生意人啊，这是照片的。这个生意人伫遐讲，几十二天伫杜拜，杜拜啊，迄、那个海关甲讲吼，伊讲你是中国人哦，啊，这生意人讲不是，我是台湾人。诶，但是这写中国啊，啊，可是中国没有这种护照啊，所以你这本是假的哦。啊，所以我就伫遐几十二天，不说有，你正常生意人呢？在这群啊，有朋友过来出国啊，真。你甲看啊，你讲这张暂时目前官方官方不承认，但是民间交流还是有飞轮。但是你身上至少要带一张台湾的身份证啊，再安啊，已经做了这个了，太多种例子吼。这个不看我，这个、早要死。这乌克兰的，叫人瑞莎啦，瑞莎，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伊讲按什么提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但是咧，伊若要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要放弃乌克兰的国籍，啊，乌克兰的政府还要放弃，伊讲乌克兰他不承认中华民国，啊，你若放弃这个国籍，这个是无国籍啊，所以乌克兰政府还要放弃国籍哦，但是还要放弃国籍，伊变啊气哭了啦，伊即摆要嫁来台湾的，嫁来中华伫台湾的，啊，就是台湾的。叫人走唔到，伊叫人到北京，叫人到北京申请啦。伊用台湾个中国管的啊，到北京申请啊。啊，这滴瑞莎现在走错路了吼，他还要再哭一次。伊想去北京申请，啊，坚持要到台湾。啊，台湾个签证袂用个，护照袂用个，要安怎？啊，佫到啥？万隆路吼，伊吼。我咧找伊无啦，我若找伊啦，我就甲讲就知影，试下。即直接办单，即个收成就好啊。到北京，唔办就是安尼，可怜吼。就讲师傅，即边习近平是要变国际吼。马久，你看，要六年之前吼，四块走，去东海，平家湖遐讲咧，县市主席遐个中华民国主席，去南海，太平岛讲，遐个中华民国主席，你看未来？伊走金门无唔对，金门是伊内无唔对，迄无人咧讲话。过来，好不爽嘛，无太平岛一些，高雄一些，去太平岛话一句话，真。啊，即越南一些，啊，即边中国吼，杨树礁一些，头一些我问，迄吞岛吼，吞块足大，比太平岛较大十倍啊。即摆足侪国家要来落，要拍中国就是安尼。搁兼走孤山岛，你会记得卖去孤山岛的迄礼拜是逐天地震，孤山岛逐天地震嘞，五六级左右有无？有解孤岛才有百分嘞，带水位吼，卖去要去之前拢地震，一直地震啊，孤山岛。这我来讲者，冲刺鸟岛者，我讲者吼，这新闻拢报吼。卖去过轮进行乌白布，冲刺鸟伫高雄才过来，钓台只吼，钓台管那只，台湾人过去去啊掠鱼都无代志嘞，因为所在两百海里政治海域无，过去台湾人怎啊掠拢无代志，因为日本的公务船会先拍起甲台湾的渔业署国通知，我到一天我下礼拜就一天我去巡，啊你叫伊个渔船啊收线者就好啊，过去安尼。伊日本人知影，从台湾兄弟啊，大家鱼有鱼，大家讲起你啊，相安无事。这边为啥来讲起来？海鱼一个日本的公务船拍电话，台湾的渔业署的甲讲，我下礼拜七天后我会去巡，叫你渔船先下去。叫人渔业署的去骗咱的渔民，甲讲没关系。甲渔民讲啥？你现在在哪里几海里？
渔民刚刚我在180海里，伊讲那没关系，只要不超过12海里就好。是毋是世界大国讲的啊？就是安尼讲的。啊，你以后一连串的动作过来，派海巡船去护渔，海巡船护渔的话就正常啊。过来，派大外只军舰嘛出去咧，要拉台湾去，台湾去参日本修建咧，有要求无？不如恁现在这样设计这个阴谋啦，过来不是安尼啊？日本人因为国民党的地位，听讲日本人日本人一代人搞搞，底下啊底下煽风煽风作浪，煽风点火，佮呛声，你怕日本哦？跟他战啊！怕什么？结果日本人就知啊，日本人就当那在台湾中国人搞得鬼啊，拢知。正台日本人就是家己人啊，不奈济，是不是？你看，联合国呢？联合国是国民党合作呢，把它推来看台湾民政府万能大摇钱，快乐的法律革命，对不？台湾就是这样给。我知了吼，哎，来看，对，陈委员，你这部分你话讲台湾民政府并不违法吼，这对这部分先为部分吼，是我做看，这个机会吼，这礼拜，这有那里有开足的事啊，是我做看台湾民政府个，刚刚就清楚吼。机械的这边嘛，跟我一起做。机械的，这个上新的是我做翻的。哦，来这讲台湾哦，讲机械的，机械的就七大公爱国哦，就是这边不台湾，我一起做哦。台湾人的政府，台湾历史教育，台湾人的政府哦 ，TCG， 台湾西河教育。台湾政府吼，看清楚。国民党要脱东山啊，华仔要走路啊，走路办吼。这是以前物件，较早以前都较早，像咧，建国神功，一位尔，啊，像咧小田吼咧建国神社，啊，蒋宋美龄共卡掉，去以前物件，啊，即摆讲一年，土地毋是伊个地单，伊是去起，啊，即摆讲一年了卖掉。不好喔，连老外都甲家己起遐挂刀片啊，老外挂刀片，好无？足多啊，要不是挂唔着嘞，超干呐嘞，是国民党气势就真啊嘛。过来是准备要战争啊，南外吼，南外哦，真正我即摆说南外哦，这是两屯遐倒啦，伫迄个南外哦。这边啊，超过7月份，这个菲律宾过中国这个海洋状态啊吼，就要出来了。7月份啊过了吼，美国可能就出手了。即摆美军伫台湾有，伫西太平洋有36万的美军呢。过去美军伫迄个帕伊亚过程才40000多人呢，这代志足大条。美国即摆有6台航空母舰拢伫遮咧做呢。啊，毋是啊，美军尔呢，新八国联军啊，联合国都例外啊。啊！直接我简单讲，就是告诉，为什么法国上尾个礼拜，法国三个节啊，可能想要分一条，中国遐大，是人啊分一条啦。过去二战时代，就对这个战线上，苏联才向日本宣战，结果苏联趁着啥，北方四岛还无，所以法国要创啊，要分啊，足清楚吼。大概是安尼吼，一阵个，中国。印度嘛要遐战，越南嘛要遐战，啊，港独、藏独、疆独，啊，北朝鲜、金正恩嘛战，哦，好是，好，今仔日安尼时间到了，安尼好，大概是安尼吼，长的都是长长的，过来，这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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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跟和是无关系啦，这是美国的咧干军干环境吼，只要咧自爆，即摆全世界上厉害的，你爱想伊的时速7200公里咧，7200公里哦，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喂，只要咧音速，低音速较侪头过来，爱速度惊死人。所以即摆中国甲俄罗斯看了这自爆彩电拢倒下来，彩电飞起来，这是。真的军舰舰顶的美国的军舰舰顶电磁炮，即个目前上诶，一上阵哦，今日发咧几落十个飞弹、炮弹，啊，甚至了足轻，啊，厉害，叫做电磁炮。有啦，今日哦，今足侪物件，即摆网络有国际来上网络，恁到叫囡仔网络后咧点，安尼看有啊，吼、哦，啊，今日即个咱来上到这，好，谢谢。